成员维珍拥有超高颜值，是组合内的门面担当。他自两年前接下了音乐节目 M Countdown 的主持人一职，期间多次与发行新作品的爱豆合作拍摄新曲的舞蹈挑战，帮助他们宣传。然而近期有网友发文对维珍开枪，大骂他好像是男色狗，虽然他只参与男爱豆的舞蹈挑战，引起非常大的热议。不过事实上，维珍过去曾为 Twice、aespa、NMIX 等女团拍摄舞蹈挑战影片，因此原 po 的说法并不成立，遭到大批网友炮轰，根本是在抹黑维珍，令该名网友不得不删除了文章。不少粉丝也留言力挺，认为维珍是节目主持人，帮忙做宣传又有何不对？这么明目张胆的造谣，原 po 是担心被告才会删除文章了吧？